大爱真健康，青春有够样。我是博瑞，今天呢是个 good day， 那就让我们打打篮球，一起挥洒汗水吧，加油！干巴的内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做运动吧。好嘞，首先第一个动作呢，想象我们打篮球要干嘛？我们要先学习防守，所以来我们双脚打开，哦，脚尖稍微朝外，膝盖对齐脚尖，双手打开来，像一个大螃蟹的感觉，所以等一下做横移的螃蟹步哦。等一下我先示范慢动作，先左边、右边，好，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 ，OK 哦。好，先左右左右这样交换哦。好了，预备哦，试试看哦 ，Go， 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左，好，快一点，很好，右左右左。左右左右 ，OK， 好，还可以哦。这个难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蹲低一点，这样 OK 哦。好，来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既然会防守，也要会射篮，所以等一下做一个射篮动作，怎么做呢？先做一个微蹲，然后想象你要接球，好，接到球之后呢，先往左边射，然后一样下来，一样维持微蹲的动作，好，一样继续接球，好，中间射，好，来接球，右边射，好，连续哦，接射，好，来左，好，来中间，右边，中间。左边射 ，OK， 射的话就是一只手顺势出去，哈，顺势出去拉直，没错没错 ，OK 哦，好来，那第三个动作来喽，我们已经好把这个射完做完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坐着，然后准备要传球，练习传球给队友，怎么练呢？我们等一下收腿收进来，哦，然后想象你现在有拿一颗篮球，收进来之后起身的瞬间，啪传给队友，再一次哦，收腿传球。来收腿，好，肚子收紧，传球，再一次收腿，传球，最后一次哦，收腿，传球 ，OK， 好来，我们慢慢起来。好，那因为呢是篮球日，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就用跳的，哦，跳的。那我们可以试试看，哦，一只手拍，对，哦，一只手，想象你在拍一个篮球，对，哦，对，然后呢也适时的交换手 ，OK 哦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等一下休息的动作。好，这样大家都学会了齁，好来准备了哦，准备开始我们的篮球训练日哦，好来预备，脚打开，手打开，好来 go， 防守螃蟹步，好来右右，好来左左，好来右右，来蹲低一点，左左，好来右右，好来加快，很好，吸吐吸吐，再来，很好，再来，好再来，很好哦，最后撑住，好来。好来换，好来再来，对，好，记得不要让对手过了，好，维持你的防线，好来最后三秒，好来二，好来一，好来 OK， 来，好小跳，好拍球休息，好，想要现在做一个哦简单运球的动作，哦非常好，好来换手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哦，好来三二一，好来准备接球喽，好来开始射篮，左边，好来中间，好来接球，右边。好来中间，好，如果可以就跳高一点，很好，中间，好来右边，好来中间，很好，左，好来中，右，不错哦，中间，好来保持呼吸，起来吐气，好来中间，起来吐气哦，下来微蹲，不错，很好，百发百中，再来，加油，我们准备要投压哨球咯，三，二，中间，一，好 ，OK， 来脚跳，然后维持运球。现在换左手，好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，好，吸吐，吸吐，吸吐，还在五秒哦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来，准备，坐下来，好来，拿着一颗球，准备哦，好来，开始哦，收腿，好来，传球，一，很好，二，尽量收进来，让膝盖靠近胸口，很好，三，稳住哦，起来吐气，四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如果家里有瑜伽垫呢，会更好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腰椎比较不会去摩擦到。好，再来传，很好哦，失误了。对，传给队友，稳稳的传给他，非常好，加油加油，撑住，时间快到了，最后了哦，最后一下，好来传 ，OK， 上，好来哦，好开始，一样维持运球的动作。好，相信上面的动作大家都有学会了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练习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